着眼未来，掌握新机会。大家晚安，欢迎收看客新闻，我是婉伦。这个加速器成立一年多，就成为全球最活跃的产业投资机构，或许它就是 VR 界的下一只新创独角兽。快跟着婉伦一起来关心。宏达电 HTC 投入 VR 七年，从软硬体设备、内容到平台建制，不遗余力。近期宏达电盛传考虑将数个开始获利的部门推动海外挂牌上市与募资，对此宏达电回应对市场预测不予评论。过去宏达电在台北、北京、深圳、旧金山与以色列等地成立 5S 加速器，成立一年多就成为全球最活跃的虚拟实境扩增实境的产业投资机构，并选入近70个全球新创团队，并和超过1000个软体开发商合作，开发超过3200个应用软体。宏达电也认为 VR 产业仍有电池续航力与重量等技术需要克服，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开发商加入，未来3到5年将进入黄金成长期。你们也看好吗？欢迎在底下留言。我是婉伦，客新闻我们下回再会，拜拜。你想赚钱吗？订阅理财周刊频道，18位专家提供最快最多样的看法，从每天早上10点半到晚上10点，每30分钟就有一档最新影音上架。你还在等什么？下个富豪就是你了。